它是怎么形塑的？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啊，我们近视好像是跟电影很雷同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是这个吗？对，然后呢？你不知道这个选课，选课代号，然后呢？我要点，哎呀，我太紧张了。我去年从大学毕业，在建筑事务所工作一年，最近离职。爸爸常说我没有时间力，所以我想尝试去完成一件事情。于是我拿起摄影机，开始拍我爸爸。